吃饭，今天吃菜煎。鸡排。红烧肉，鸡爪。来了一头我们家的麻辣梅豆腐，下饭。四川香肠。
个家乡面，还有猪脚杆，好多好久没有吃过肉了。恨不得把骨头都吃下去。我忘了，我的宝贝没有放进去。啥萝卜干？萝卜干没有放，马上萝卜干做出来了，感觉有萝卜干更好吃。为什么？嗯，这个好吃。